位于北京北六环外的杨坊镇，原本是北京燕山脚下的一个古老重镇，如今也成为了涮羊肉品质的一种保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那边就是村儿，这边就是山啊，羊啊都可以放羊。从内蒙的羊就要从这边，对对，从这边西山拉到山村里去，从居庸关那边过来，进入到羊坊的这个市场。原来早在350年前，羊坊镇就是京城最大的牛羊集市。每年的中秋节前，大批内蒙古的牛羊从西北方向进京，在羊坊的羊市大集上交易。京城的宫廷、王府乃至饭庄都会到羊坊市集来挑选牛羊肉，羊坊也因此享誉京城。这就是那棵想当年的大槐树。哦，就是那个，这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牛羊市集，反正这个是标志性的那棵大槐树。对，那个集市就是这条街，就是这条街。这得有百几百年了吧？有了。啊，这都倒了，还支撑着。对，